所以说，明天我们这六位歌手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轮，也迎来了史上最残酷的挑战逆战双补位的赛制。 因为我们其实这两天我从17号在这里就开始工作嘛，然后录那个快本，然后第二天排练啊，第三天发布会啊，排练啊，然后今天又录像，我觉得到明天真的已经快累呆了。所以，但他们是这个准备的很充分就来了。你看前两场我们还能喘口气，接下来就是每一场都会淘汰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对呀，对呀。 歌手第三期，唐晶现身采访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状态？好累啊！感觉嗓子就是从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疲劳，今天早晨起来以后，就觉得好像没睡够似的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新年新气象，各位新年快乐！我们的首发歌手的六位，今天会有两位。 歌手加盟，其中一位呢是我们的逆战歌手，大家都非常熟悉。之前杰哥在歌手的表现是不是非常的出色？非常厉害。哎，这个问题应该问我吧？哎，对，他是应该问我。他是杰哥经纪人，哎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想破坏那个你们之间的那个清谈。没有，我一早就跟 Sandy 讲过了，而且我也在张杰那里刺探了军情。哦，我知道他这次用的什么路数的歌曲。 逆战歌手是杰哥，实力强劲。哎，那也许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并没有那么的熟悉，但是喜爱明晶演顺序怎么办？今天晶演顺序呢？首先应该是由我们上一周歌手们互投的第一名，杜丽珊老师来选择1到6任意的一个出场顺序。上期我们第5个出场得了第5名，这次公平了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的5位竞演歌手要抽签环节了。 选择哪一个灯箱，依次由你们拿上经典金奶，倒到我们的玻璃瓶里面，按照，好像我的比较少。哇！我们先比对一下比较多的两杯，明显，迪玛希应该是本场的第5位。 他必须要战胜现场，一进行开始。所以，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做《遇水》？我跟你们一样，我也摇头。我说姐，你怎么选了这样的一首歌？为什么不选一些流传度更高的、更耳熟能详的？这首歌是很早很早以前的，对。 它是小虫老师写的，因为我首先第一喜欢那个齐豫姐的那个声音啊，特别的空灵，非常好听。然后呢，其实我来到这个舞台，我就是希望能够把一些乐坛非常非常好的一些作品，把这些遗珠找到，然后重新用我们的演绎，让它重新可以有生命。
谭晶老师都在春晚上唱那种大的歌的，他应该很 enjoy 他今天晚上这个。对，觉得在这个舞台上，这才是他一直想做，但是直到这里才有机会做的一些音乐。感谢两位来自乌克兰的手风琴演奏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我身后这支非常非常优秀、非常棒的乐团们、老师们，谢谢。金姐厉害，我觉得金姐上来之后开始有香烟味了，这场。 啊，beautiful！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这身衣服又很难坐下来吧？不知道这个怎么做。<笑>谢谢谢谢金姐的精彩演唱，真的不愧为天赐有机，天赐豪嗓。经典新升级，金姐每周都给我们带来新惊喜，对不对？耶！谢谢金姐。哇。 他已经不是在演出了，他已经让我们忘了这个节目了。我们一会儿把票投给他。耶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那个服装呢？我们刚才还想说要近距离观赏一下。好棒！很红，觉得这个歌很嗨。大家好，皮裙吗？很酷啊！看他这个眼睛很漂亮。好高哦！ 应该呀，长得也很帅。<笑>
真的都，所以一首好的作品，它不，好喜欢他的台风，嗯，总是给人感觉特别的阳光，他的眼神，他的整个笑起来，嗯，很温暖。前席有由提，哇，小帅哥来了，我从这个角度。 就是现在，就新唱歌的时。好像他的个人演唱会。对，自然。因为他来过了。哎，我们问他邀歌写一首长沙好不好？这个歌在成都真的是传遍了。最小的。哇。没有，我跟你眼神最多，刚才。跟老师交流。你好，跟老师。你就。哇。 掌声！是啊，我们觉得你这样开演唱会一样的，至少8分钟了。这个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是哇，用清唱不然我就卡壳了。还是特别新鲜。谢谢谢谢。新年快乐！让饮食更。曾经的这首，我觉得很棒。你的美，夏普夫沾杯不掉色的果冻口红。 在冠名播出的歌手，一个双补位，那分别之前给了我很多的自信。好，如果赵雷宣布最后结果之前，第二轮第一场竞演，歌手户头第三名是杜丽莎。 他究竟是？很棒！歌手户头的第一名是？谭晶，张姐，谭晶。谢谢，也希望。哇哦！本场竞演的第一名，他在今天演唱了一首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歌曲。谭晶老师，不是三进的歌，我也不熟悉。今天拿歌单的时候，我只有一首歌是听过的。真的？你们的歌我也都不太熟悉。到底是哪一位把这首大家不太熟的歌，唱出了自己的烙印？本场竞演的第一名是荆棘。 不太熟悉的歌，还能得到观众的认可，真的特别开心。所以我接下来会继续找寻在华语乐坛中被遗失的这些好作品，然后继续把它翻出来，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观众的欣赏。嗯，谢谢。请坐，来请坐。好，林忆莲，谢谢。三弟选这首歌，我觉得每一个歌手其实都希望。 在自己的音乐的领域里面唱自己觉得有，所以得到第六，我也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接下来为大家公布名次，第七名是。同埋咧。
真係。 如果赵雷在前四离开的会，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第四名。中了。我们请赵雷。还好。谢谢。没问题。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会回来的。我有您这句话，我就。我们所有的观众。 被清走了，提亚登台的时候，现场没有任何的观众，台下就我一个人在主持。啊，对，他还在陪着。然后提亚还一个人把整首歌唱得淋漓尽致，我在想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歌手，在所有的观众被清走之后，我能够站在这里，是我的福气。然后感恩，加油，真的，提亚，我们都爱你，我也爱你们，谢谢谢谢，爱师兄，赵磊棒棒。 我真比你感动了。好，OK。我以前听到过他唱歌，大概好几年前了。我有一首歌，然后有这个一个小样让我听一下。哎，我说这个女孩唱的这么好，我说她是谁啊？然后他们说叫袁娅维，我在那个时候印象深刻的记住了这个名字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看一看谁来了，大魔王。这是我们。 歌手观光团的第一期当中的五位粉丝，幸运粉丝，然后他们通过我们的芒果直播会员，然后还有通过来风直播，有机会到歌手录制的现场跟歌手见面。来来来，用你们自己的方式。哇！哎呀，这男孩子脸都红了。好了，啊，谢谢我们的金姐，祝福金姐。